达 CX5， 邀您观看心动好剧。今天没出去走一走？没有，哪儿都没去。我想着周末带你出去散散步。好呀。我听说环球中心那边。 最近新开了一个咖啡店，想带你去尝一尝。好啊。对了。 你最近有没有去看你妹妹啊？没有，最近太忙了。你要有时间的话，你帮我去看看她。那你有什么话要我带给她吗？说什么呢？小桃又听不见。但是大夫说了，小桃只会过滤掉她不想听的话。 哥哥的话，他一定愿意听。那你告诉他，他哥哥很想他。要不，咱们去吃个烤肉啊？隔壁新开了一家，据说特别好吃。你请客，我们就去呗。请不了，哎，爱去不去？我请。李老师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平时吃个外卖可都纠结半天的。 没什么，就是高兴，啊，就是想消费。这样，一会儿把你们家属都叫上，咱们今天就吃最好的、最贵的。啊，真的假的呀，李老师？平时这么抠，你去不去啊？去呀！去呀！不去我可自己去了啊。不行，你今天必须答应我！你把手给我撒开！是你天天嚷嚷着要离婚，我答应你了，离吧。李登明，你良心让狗吃了！你忘了你当初穷的叮当响的时候，是谁给你托人、托关系找工作的？是我，宋一兰。我工作还给你行了吧？我不要了，我一会儿我就去辞职去。你还要什么？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我什么都不要。 我要跟你离！不行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！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今天必须答应不和我离婚！宋一兰，我都服你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羞耻吗？不知道羞耻的是你吧，李登明？你们单位的人都还不知道你干那些变态事儿呢吧？你信不信？我都给你说出去！ 你说，你不说你都跟我姓，你说了，照样和你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，我求你，我求你了，咱回家好好说行不行？李登明，我走开！来，你让他们都听见，是你在求我不想离婚，好吗？只要他们听见了，我就不离。不行！看什么看？没结婚闹离婚啊！李登明，我求你！ 今天没能去赴约，抱歉。把你知道的告诉我，不然我马上报警。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我把该还的债都还了。 回事儿？秦理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最对不起的兄弟。我俩原来是好兄弟，后来我犯事进了监狱，我以为是他揭发的。出狱后经常找他的麻烦，今天找他把事说清了，原来是我误会他了。而且他还帮我照顾了我妹妹，对不起，这段时间给你们造成这么多麻烦。难道这就是真相？真的是我误解了他吗？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咱们结婚以来，你有没有骗过我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就是想知道，你有没有骗过我？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解释，但有些谎一旦撒出去了，在想说出真相的时候，发现怎么说都不可信。我现在不想知道真相，我只想知道你以后会不会骗我。 我保证，以后不会再骗你了。喂，喂，宋雨飞吗？你来趟市医院，你哥要做手术了。我哥？你是不是郑宝聪的家属？喂，喂，说话，不说话了啊！